即係正常普通嘅呢個鹹網啦，即係其實好多人都識噶啦 ，T 恤都有人著喺街嘅其實。咁咧，你以為上到去咧就一定睇鹹網咧，而其實唔係嘅，入邊真係好多創作嘅。咁有啲咩我唔知啊，其他嗰啲。咁但係咧，我喺新聞度見到有一個咧都幾得意嘅，明明呢啲就應該唔係擺呢度嘅，應該擺 YouTube 方面嘅市場。就會更加好嘅，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咧，佢又喺嗰方面咧又突然間就彈出咗喺呢個平台度，咁就講緊咧台灣咧，等先睇清楚先。睇冇講冇講係邊度死啦！台灣係咁有一位34歲嘅一位哥哥仔啦，咁本身咧佢都做開一個即係一啲網絡嘅事業啊，咁我唔知道應該可能係 IT 嘅嘢啦咁去做，咁咧佢就另外可能數學各方面咧，數學嗰、那個、智慧比較強啊，咁佢喺微積分方面應該都幾強嘅，咁所以咧佢就將一啲自己拍咗一系列教微積分嘅一啲高等少少嘅數學課程咧、就原本擺喺呢個 YouTube 平台嘅，咁但可能就唔太成功啦，或者即係 YouTube 始終太多人睇啦嘛，或者同樣嘅教學真係實在太多啦。咁佢就突然間咧，上年嘅時候咧，就諗到啊，不如擺喺 PornHub 啦，係啦，咁就一個鹹網嗰度嘅，係啦。咁佢咧就成為咗嗰個平台咧，亞洲區唔止亞洲區，係世界第一個喺呢個鹹網度教數學嘅第一人啊，好合理啊，一炮而紅啊，呢個簡直係叫做啊目標觀眾喺曬度啊！系啦，因為我諗即係除咗 YouTube 之外、另外一個呢個都算係串，即係都算係網絡串流平台。不過咧就鹹片居，唔係直情係鹹片。佢本身就係一個佢一個鹹片網站嚟噶嘛，鹹片嘅地方嚟嘅。嗱，咁當然即係你話喂鹹片個即係或者成人電影啦嚇 ，OK， 咁啊呢個網站當然最主力嘅都係服侍男士嘅為主啦、女士都有我知道係咪先？咁但係就未至於話最多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咧你話在這裡突然間教數學、其實我覺得那個狀態是怎樣呢，因為這個叫做鹹網，我們即壞一點說雖然叫成人網站、即是鹹網啦，好了，這個鹹網的世界呢不知道為什麼很有趣，其實呢它只不過今次是教數學這條片放在這裡是叫新的 category 啦，但其實呢過往很有趣，很多一些你不能看的即係叫嘅戲又好，短片又好，總之啲 video 啦嚇。OK， 跟住然之後咧，你只要係喺個主流平台冇得出，你就會唔知點解，好容易喺呢啲成人網站、或者我哋俗稱鹹片網就會揾到。我見過，我唔記得咩討論，佢好似唔係連登嘅，即係有人講有人 po 條戲嘅 link 嚟，咁點知一就咁睇條 link 已經知道係 porn 黑嚟嘅，因為佢會寫咗嗰條 link 會寫 www.com 啦，一定會.com 咁樣。咁你真係撳入去咧，佢唔係呃你喎，係真係套戲嚟喎。即係甚至乎有啲咧係啲 Marvel 嘅電影，佢早幾日唔知點樣偷偷地偷跑混咗出嚟，跟住之後咧，你唔知點解喺鹹片網嗰度睇緊 Marvel， 但係佢裏邊超即係個內容係正經喎，只不過即係真正嘅 Marvel。是因為很多我聽回來就因為他這個的鹹片網的 sensor 就會低一點，因為始終他播放的一些東西比較泛禁一點或者刺激一點樣，所以呢通常就是他那個鋪的時候就會容許你不可以這樣說，你什麼都鋪得的，你不可以這樣說，因為他曾經試過將同樣的課程放在其他鹹網上，但是被其他鹹網的 sensor 就 sense 到他不是鹹濕東西，他不是色情內容，所以我要鹹濕我要純純正正的鹹濕，有咁鹹得咁鹹咁樣，咁但係佢就做唔到啦。教咩數學啫？啊，佢會唔會可以之後著件肉色衫啊？之前有個新聞係話著《進擊的巨人》嘅衫又得。都係台灣老師。係啦，即係攞咁咪攞住咯，感覺上好赤裸咁教緊數學。佢直情係再深層次啲嘅赤裸啊！佢唔係淨係睇你皮膚咁簡單，睇埋入邊內部結構啊！佢唔係再深層次啲赤裸，佢逼到我個人好赤裸啊！即係哇哇哇哇！好裏邊好唔舒服啊！個人咁樣撕咗層皮啊！即係所以你話而家台灣做教育其實好難做啊！要玩到呢個地步先得。跟住之後咧，佢就即係呢位嘅數學阿 Sir 啦。咁啊，然之後咧就即係周圍去啲鹹網嗰度鋪嘢啦。咁我估其實佢都係即係叫做咩咧？你不要覺得這個行為首先覺得好阿 Sir 想鹹網這件事是錯的、你用這個概念想是太大錯特錯、原因他其實是用一個社會的一個、就是、很合適現在這個時間的做法、又或者他其實有少許像社工
即社工怎樣啊？走入去呢個深處，去啲機鋪啊，去啲球場啊，去啲僆仔流連嗰啲地方啊，跟住之後就同嗰啲僆仔講耶穌啊，跟住之後希望佢回頭是岸啦。咁其實你知道啊，即呢啲嘅閒網啊，其實最主力睇嘅。咁好，即當然有某大程度都係啲成熟嘅男士啦。咁但係更加多嘅血氣方剛嘅青年啊。咁血氣方剛嘅青年睇呢啲網站都係好合理嘅件事啊。好啦，跟住然之後咧，正當佢睇睇下嘅時候，驚佢沉溺，突如其來午夜夢迴，撳得兩撳鹹濕片 A， 跟住撳鹹濕片 B， 鹹濕片 C， 一路撳啦，撳撳下，誒阿 Sir。是一位好親切的聲音，喂，是時候做功課了啊，是的，望一望，哎，剛才過來看鹹片看多了，看兩個多三個小時，哎，是時候做功課了，原本是上緊新生物堂的，就突然間上翻，你排我住咩事啫嘛？係啊，數學堂，係啊，冇問題啊，咁我覺得挺好啊，咁其實咁唔上堂唔好喺 Zoom 啦，而家即係如果仲未翻得學嘅話，佢嗰啲 Zoom 唔係嗰啲 Zoom。係啊，佢 zoom 大，佢 zoom 大咁樣，係啦，咁樣兩樣嘢嚟咁樣。跟住之後咧，就即係呢一個俾阿 Sir 將個課程擺上去，因為其實台灣同香港都一樣嘅，就好多啲補習。嗯，特別係台灣嗰個補習文化都頗犀利嘅咁樣。咁然之後就即係如果佢將呢啲課程擺上去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容易，因為其實而家個世代係內容係一件事啦，平台都係一件事。咁既然佢擺喺呢個最多即係叫做人或者僆仔睇嘅平台度，咁講翻一啲咁益智嘅嘢，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即係百害而無一利嘅。不過佢嗰個百利而無一害嘅，佢個對象講一陣話添，佢個對象好似偏向咗男士嗰度喎。係㗎，係㗎，即係女仔比較少，唔係冇，但係好少。可能我哋冇乜睇女仔嗰啲閒網嘅。你試下去啲女仔行，我可能都見到，咦阿 Sir 又係你咁樣，或者再唔係可能即係女仔 miss 變咗，係或者女仔可能有第二啲嘅即係網站，可能譬如佢哋平時咁買衫啊嗰啲，可能唔知啊，突然間直播帶貨，突然間跳廣告嘅時候，阿 Sir 又係你咁樣嗰啲，跟住又跳出嚟又講兩條數學你聽先咁樣，即係呢個可能係其一，其二嘅就係話，我覺得呢個都係好犀利㗎，佢冇揀到 miss。你諗下，你一行網度有個 miss 教咩事喎？其實呢件事啲人以為應該話係咪鹹片嚟嘅？請問係，但係原來唔係嚟嘅。即係睇咗成個鐘之後，點解都係冇嘅？冇發生任何事情。飛極都未有嘅，為咗點解咁嘅咁樣，真係好奇怪咁樣。所以如果佢係男人，仲要咁成功，係咪即係佢係特別有料到咧？佢特別有料到，你諗下，即係你諗下先嗱。當你幻想一下先嗱，呢度唔係導大家諗啲鹹濕嘢。OK， 你代入一個血氣方剛嘅青少年先。你一個血氣方嘅青少年，你梗係因為去到嗰一刻。男性的荷爾蒙去到高漲到一個地步，你才會走去看鹹網啊。咁睇鹹網就梗係為睇鹹片啦。睇睇阿變埋愛因斯坦。好啦，唔係你睇睇下，當你個腎上腺以及我學男性荷爾蒙咁高漲嘅時候，阿 Sir 能夠勒停你，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穌，即刻學起咩事上嚟。其實個功力係大過你平時上堂嗰啲阿偉，唔好再嘈啦，坐喺度聽書咁啊。那個力度是大很多，即拉，因為那隻馬已經跑得太遠了，沒錯，那一下扯回來之後，所以非外人所能夠做得到。但是為什麼學生在想，為什麼無緣無故會 click 進去看這條片，因為可能你看到標題你會覺得奇怪的，但你 click 完之後你會真的細心看它，然後再 follow 它，覺得它是正的，那是需要一個時間嘛。最瘋狂其實它是要收錢的，看它的課程是要收錢的，它是賺了一年之間已經賺了212萬港幣啦，因為即係嗰個拋磚引玉，即係好似係班差咁樣嘅佢贖罪券咯，我會用贖罪券個概念去理解，因為大家都覺得，大家都覺得，哎呀，即係好似即係睇下鹹片睇得太耐，係時候學翻少嘢，好似有少得著咁。係，跟於是乎搞下搞，因為你要知道嗱，佢而家一年賺你幾多錢啊？200幾萬港幣，二百幾萬港幣啊！嗱，你諗下佢一年啊，一個月200幾蚊定一年？咁你諗下呢一個鹹網一年有幾多個人睇過？全球70幾億人，我諗啊嚇。起碼過10億啊！我諗係啦，一年喎，係咪先咁樣？咁10億裡面，每人俾1蚊都有10億啊！10億佢先佔200幾萬。其實阿 Sir 呢一壇嘢個即係叫做發展嘅潛力同個市場嘅空間，我覺得係仲有排升。你諗下10億裡面先得200幾萬喎。都係，同埋咧，佢起碼佢教嘅呢啲嘢唔算係新嘅嘢啊嘛。其實佢嗰個寶庫係可以好多，只不過靠佢把口繼續講出嚟。係啦，咁資料就有㗎啦，只係靠佢個人魅力吸啲學生。係啦，不過但係另外一個就係即係我哋人類嘅大腦都好得意嘅。好多陣時候我哋有一種即係叫做羣帶或者連帶記憶啊。
好容易 associate 到一啲東西。咁係咩意思呢？就係當你睇緊鹹網，突如其來阿 Sir 教數學。好啦，跟住將呢兩者關係喺你個腦裏面慢慢種下一個種子。直至到有一天，假設呢個男子佢需要結婚啦 ，OK， 洞房花燭夜，都會諗起阿 Sir 當日教嘅。哇！厲一下先知 M 一，哇哇，跟住佢喺度諗啊 ，Pythagoras theory，A square 加 B square 加 C square 咁樣，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呢個係都有趣嘅。咁但係佢又要收人錢啦。咁但係我估呢壇嘢開咗之後咧，其他應該會增生。係啊，陸續有嚟㗎啦。係啦，開始有第二啲唔同嘅嘢，例如不過佢唔係一下就成功嘅。佢曾經咧都因為即係擺咗太多呢啲片咧，咁就俾佢即係嗰個平台就鏟咗個頻道啦。但好老啊你係啦，佢今年咧，今年嘅一月嘅時候咧，又得翻佢哋嘅認證，咁官方認證就唔會鏟噶啦，即係佢會唔會有嗰啲藍剔剔咧？我諗係好似 Instagram 咁樣有個剔喺隔離咯，贊好係啦咁樣，即係同你講話，其實即係鹹濕還鹹濕，係咁都可以有學識，係係咪先？學術性咁咪變成大家都有個理由咯，上去我係學習噶，係啦，係啊，你媽咪睇下，即係可能開定嗰個版面，等阿媽以為呢一個就係係啦。上堂嘅會唔會其實買呢、這個？點解明明阿仔你喺房聽緊阿 Sir 教數學，我聽到啲女啊啊啊啊咁嗌。但係我開門入嚟嗰陣變咗阿 Sir 教翻數學喎，幾古怪咧？係咯，古靈精怪喎依單。即係所以我就話，即係呢個我覺得佢係啱嘅，即係佢唔單止一個好叻嘅數學老師，佢亦都係一個好叻經濟學嘅老師嚟，即係佢都好熟悉市場經濟。呢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聲音下載服務，年費1000蚊，請即訂購支持。